大家好，今天是10月24日星期二，凡星期二有个验证声明，就是有关于始终的骗徒还在做事的，所以大家要清楚知道我自己本人是并没有 Facebook、 没有 Telegram， 也没有等等任何的群 WhatsApp 群组的，如果有的它通常都是骗你的。好了，那再其次我们看看北水方面，成交基本現在這裡是慢慢減少了的，希望看看是不是有所謂人家說一下，或者減了這個印花稅時成交額就會增加了，那就使到這個成交增加多一點點啦，這樣基本上北水來說呢，我們看到就是流入的資金呢是少了的。再其次落到來這裡呢，就是這些美團、中心、中移動這些都是基本上有時日出日入，有時就在這邊，有時在這邊的。比亞迪呢就最近就沽售壓力大一點，海洋石油又會沽售壓力大一點，不過遲些又會走回過來這邊的。盈富基金一直都是比較容易被人沽的。好了，再跟著看整個北水過20日北水平均流向是這樣，咁啊睇得到咧，入嚟咧唔係幾多嘅啫，係少咗嘅，相對於以前嚟講嚇。咁啊，再其次我哋睇睇板塊方面，今日升嘅板塊咧唔多，得工商啊、化學製造品啊、家庭個人用品啊，同埋其他金融嗰啲。咁啊，房地產啊，同埋呢個嘅係銀行咧，都跌曬落嚟。地產喺呢一度，咁啊，銀行咧仲喺呢一度。所以基本上都是今日市是有压力的。咁个股方面呢，港交所今日有啲升，咁原因就是多数都是憧憬呢个嘅系会有啲嘅呢个咩啦，会有啲嘅系即系减印花税啊，系咪啊咁嗰样嘢。咁然之后就中心国际有一升，美团升少少，咁其他咧药明生物都有啲升嘅，咁其他大牛龟咧。含量都基本上是跌的了。咁去到而家呢度咧，咁我睇睇期指。期指方面咧，你见到佢都系下跌落嚟。嗱，下跌落嚟呢一度咧，一定有一样嘢，要有呢啲阳烛咧，要升上去，冚过咗三日之前，好似呢度冚过三日之前嘅低位，先有望可以再做呢个系呢个嘅系呢个回升嘅。這個也一樣，要蓋過之前三日的低位那可以升了，這裡也一樣蓋過之前三日的低位那就可以升了，這裡也一樣蓋過之前三日低位就可以升了，這裡也是要蓋過三日之前低位，就起碼要蓋到這裡那就可以在這裡就可以升了，這裡就完全都沒有，那就不用想著升了，那起碼你要等到有一天好像這樣企定，就跟第二天企定第三日升企上去，咁先有望係一個可以係短期見底，短期見底嚇跡象。咁如果我哋睇翻周線圖度嚟講咧，亦都一樣啦。周線圖都講，唉，好話唔好聽，好似冇乜樣係可以去到呢個三日嚟到呢個之前升翻喎。嗱，呢個就好唔同啦。嗱，呢度咁樣，舊年十月嘅話，這個升穿咗之前三日嘅收市價這個位啊嘛，咁之前呢個位啊嘛。呢度呢個位嘛，呢度呢個位嘛，升穿咗之前三日嘅收市價，咁咪升啦。咁呢個好簡單嘅，就大家睇到就係啦。好啦，我哋今日睇睇，我哋有咩股票可以留意下咧？其中有一隻就東岳集團。東岳集團呢個相對地係基本一個炒股嚟嘅，